天给大家做一道三葱菌肉粒。我们用的食材呢是植物肉，辅料北方的大葱、南方的干葱和淮阳地区的小葱三种葱。三葱菌肉粒，猪肉呢炸一下，炸出外边一个焦壳，炸干葱，大葱呢炸成焦糊，干葱炸软，咱们现在换黑包。这样才叫撅啊，在包里边撅出来的。好嘞，出锅关火，三葱撅肉粒大功告成了，香气扑鼻啊，植物肉这么做最好吃，快来尝尝吧。